收下我的膝盖。难道主播辛辛苦苦直播不值得你们的关注吗？我觉得有点神奇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不点关注不能说话，点了关注能怎么样呢？我也不是说不点关注不能看，对不对？这我整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解，兄弟们？我觉得啊，别慌，拿个硬币锻造一下，过。下回合五费，打法一怕九一克，打法二导演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啊，分析完了，谢谢阿栋，做了一个一一小队。哎呀，那么你说我这里是打啥呢？我打脸吗？打转吧，转哈，你们说转我就转了，我信你们。真是要吐，这什么鬼东西了。我觉得这个发现没有那个324的发现好，但他们都是发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这个发现老是一坨，这三坨。谢谢阿赞是的捏捏小脸。导演吧，什么回血这种都不靠谱。我哭死，啊，收下我的膝盖。放弃的一把，我的眼泪。真正的力量从灰烬中重生。烧毁瘟疫。这你不亏死，想想啊。奥数天赋，请立正！银川天赋，保护着我们！我觉得这个烧一定要解，对面没有打过 buff 的，你想一下，剑娘没有打过 buff 情况下，这里我不会死。如果是六费冲锋，就那个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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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撞撞，我也不会死。这里不能打泰坦，因为对面没有二一四刷过。夸不得呀，
真实存在的吗？来个过牌。我不要牌。我导演会给我过。别慌，没过牌而已，打疲劳呢。2-3-7，比我们好。开玩笑。你的存在会致命。哎呦，这个是干嘛？没牌了，爷爷棒的，我还有4张，我还有4张过牌的 ，OK。这游戏叫啥？兄弟们，技术游戏，真的。这要不就翻了吧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再看一眼，翻了吧，我觉得恶心恶心。一定要把它破了，如果下回和我老登能战，谢谢 Bookie Bookie 选二点九克。哎呀，谁知道谁来了，这好像是那个龙德。我要用这个声音直播，你看的大丰收啊，兄弟们上啊，你收获了勇士的折磨。这首一点都没有用，到7费了，我可以去翻导演，翻帕奇维克，翻冰主，翻修。那这个一打，对面就没有宇宙了，对面不像是个宇宙，也有可能是个宇宙，还没解掉。机会来了，对面没有宇宙了。
你不接我老邓，不接我老邓好了。别抱。里面是五个病例对吧？为什么你们的焦点都在老邓上？没有人管别的吧？我受不了，我压住。过呀，疯狂把排骨都过穿呀，这样就剩五个病例了呀。剧毒，十一张牌里五个病例，哎，回血阵，弱者的气息。世界赠下这份礼物，这是荒野的美德。我拉过来过牌了。想想看，我把他拉过来，然后过牌，一刀砍了。我觉得拉过来过牌好。九张牌里五个病例，我觉得过牌好，比导演打撞撞撞要好。拍了六张，打个扭。那我打这个。又过滤牌了，我承认我好像完蛋了。他把病例全当在手里了，怎么整？过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的胸呢？凶呢？我九张牌了，兄弟，啥意思？我凶呢？对面凶可能亮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对面手里面翻了多少张。不不，这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先稳一稳，解一解。这导演只剩一个追梦了，那给你吧。追梦指不定是一个坏事呢。我九张牌里有一个凶，有一个推灵最强兵。见鬼了！减肥是。
羞辱。受到太阳的恩赐。逃命去吧！这个场真的能信导演吗？他修炼了，那我得修炼。对啊，底下武装不是，那上面就应该是啊，啥意思啊？爸爸又来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看这个 bug， 我也不想的，但是这回合我必须要打秀。好消息，队员牌库里面有一张冰霜。第一次，这个通灵最强人这么强，但是对面照片里面还有一个熊。刚刚随从牌是生命值，嗯，真是个勇士。把他 A 了。Yes。OK。好，我的导演。什么？改又没有什么改动，兄弟。一大堆八卦消息，没有啊，不是最近啊。朋友，这一年不是一直都有吗？不是最近啊，一直都有。我直播间为了这种事情都封了无数个人了，每个人都过来说，听说怎么怎么地，听说。只见他巨柔刀保险一点。对面是个宇宙的，我要巨柔刀干嘛？对面已经打了锻造，打了一个这个。老登活着的第一个回合，想一下，没人躲得了我。奥数天赋，老登大概能站到对面修，我感觉。这个血钻解了一个，吃了六点伤害。老登加了十血了，帕奇维克还差一个回合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如果我觉得对面修这个直接撞了吧，刚过一张牌。万一这个过牌没有过到，也是蛮亏的。这
里需要锻造吗？其实我锻造过，可能捉一个尸体也可以啊，无所谓。老登活着第三个回合，因为现在费用高了，对面随时可能会修，那我全多过一张牌。这里会直接压场的帕奇维克，他下回合估计是什么导演啊这种东西，所以直接压场打导演或者是太太。学到了吗？你想泰坦法力复原导演，我是打德鲁伊的。他不贪啊，德鲁伊就是这么打的，为什么会贪啊？龙德不这么打吗？这怎么就贪了？天哪，德鲁伊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有二十费我也这么打呀。我可以拿拍照，不着急。不是你打德鲁伊你不贪，开玩笑吧？42血有点慌，是的，我要赶紧回回血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发牌员冒牌了。打法一是4+3拍了再找，打法二是找。我觉得这张牌先用掉，等一下我告诉你们为什么。那拿消耗尸体，你拿那个配合这个也行，但这个是消耗尸体，因为我如果这样打了以后，对吧，下回合我再拍照，按照我的顺序是这样拍的，所以我第一个开就是导演，第二个开就是这个，这是一个顺序。那个324这个找牌毕竟往后面打也没有那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减去。哎呀，哇，直接给对面宇宙破了，对面还没有打红龙的。我在想这个我要不要捡，这个龙我不捡。现在消耗多少尸体啊？最强鹰吗？打6-7这样子吧。那这个撞这个，我吃个10血，吃个10血应该赚了吧？这个德鲁伊最高的血量就这个东西了。想想啊，吃个10血，这个撞把这个拉过来。我先吃完，看一下那个红符文给的是什么再说吧。他这个坏，其实我也不太能看得上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你只能拿这个，这个是消耗尸体。我的都是我的。他要打导演了，你导演拉过去，我导演把你拉过来，干嘛呢？这是都是好东西。好，哎，现在爆了不好，我没打过海拉的，我血亏。那这个不管吧，如果我打导演撞撞撞的，我导演拉一个这个，只有一个冰霜法术了。和我的痛苦相比，我觉得导演撞撞撞加一个这个还蛮好的。有没有别的打法？这是个狂战是吗？我导演拉他的导演，咦，我卡了一下，没卡吧？嘿，啥意思？
生了什么？这你看，就是唯一的意外，所以我说导演直接撞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他被锁了，他被我拉黑了。OK。